我只说你可以说，我没有说你可以那个、欸，啊？阿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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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追个，阿赫你别追个，来吧。阿林老师嘞。送走一只储蓄兵，哦，一样的剧情哈、哦。怎么送走一只哦？转门牌，点它。哦，所以巴比伦不是只有转纸牌哦，记得。哦，如果你只会玩纸牌的巴比伦，代表你技术哦还要再加强哈。哦你要直的行，横的也行。好、哦，那斜的呢？刚刚是谁？对。啊，你做什么？那你要斜的，那你会斜的吗？斜量怎么样？斜的短。斜短干嘛？没有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感觉，轻轻的扶弄我，对，轻轻扶弄，我们再扶一下鞋哈。哦，当然建议是路西法跳起来会比较稳。我想第二关应该也会打一段时间，所以就算了。嗯，真的是会打一段时间。这一次的话，我会建议各位尽快干掉，这次我蛮讨厌。撸鬼，撸鬼，不敢撸鬼，免惊，尽量个撸。不要催我，不要催我。嗯，好，我们先开一次成功吧。好，这边就看各位手转的功力了哈。好了，像百姓这种三到五的哈，基本上只有这个。含天降三道、非常漂亮的一个转速、哦、通常十矿的 combo 一定要降、哦、一定要降、哦、因为我是平民三道，所以千万不能超过，知道吗？对，但是我绝对不是为了我的转的 combo 数不够而做了一个解释、哦、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属于一波要被带走、哦、不然就是带走它，我的建议是这样。还没带走嘞，有没有带走？没带走，好，再试一次哈。这鞋冲了哈，我们今天鞋粉鞋子那么不鞋、啊，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？我相信应该是讯息一直传过来，我手一直在那个，对，麻麻的，你知道吗？麻麻的。
可不可以不要再传讯息给我了？我已经关静音了。可以先等一下再传讯息给我。这边是属于一个。龙科开下去的状态，有点不妙。怎么那么少？怎么那么少？怎么那么少？可以给我多一点点的新竹吗？是呀、啊、是呀、啊、我是呀、啊、我被叽叽呀我被叽叽呀。哎，忽然今天在旁边偷笑。是呀、啊、是呀、啊、一叽了一定叽叽了。对啊，那种疙瘩受不受了，受不了要跟百姓反映一下。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？来看老师哎、欸，可不可以把左下的打工文件按掉、啊？可以吗？我真的被他搞死。咱们来玩一个好玩的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开机？血，听说要低于多少？60%以上。60%，对吗？哈，那我没记错哈。K， 当然是不会偶了。来吧 ，K， 哦。一个专业实况组通关就要跟别人不一样，知道我是谁吗？神魔之党平民百姓。想当年，我拿着一台 HTC， 从一峰王打到八峰王，打了3天3夜，是血流成河。我可是手起猪肉，手起猪肉。那个眼睛一眼都没眨过。你的长时间不眨眼睛，眼睛不会干。你听不懂我说这个话的重点吗？我是说眼睛干不干的问题吗？我这边好奇了。我在跟你讲说从一峰王打到八峰王的问题。你在跟我讲眼睛干不干的问题啊？你在跟我讲眼睛干不干啊？你在跟我讲眼睛干不干？你眼睛干不干啊？啊？眼睛干不干？眼睛干不干啊？眼睛干不干？眼睛干不干啊？
眼睛干不干啊？你再跟我讲一下，你还有什么东西，我全部拿来，全部把你揉烂啊，全部拿出来。